好，我们要来看一下正规表达式，这是一个非常实用的一种，就是生成语法。但是这种生成语法已经不需要用生成规则去做，它可以用一行的程式就写完。那这怎么做呢？来看一下正规表达式。如果今天我想要比对一个整数，我可以写0到9加，代表0到9连续的算数字，至少要一个。所以像3704这个就可以用0到9加来比对完成。Okay. 那如果今天要比对一个有小数点的实数，那我就可以写0到9加斜线点0到9加。那这个代表的意思是说，前面第一个是0到9加，就是一个数字啊。那像7就是这个，就是一个啊。那后面呢，紧跟着一个点啊，因为点是在正规表达式里面是一个已经被用掉的特殊符号，它代表所有字元。所以我如果只是要比对一个点的话，就要用斜线点，就跟西里的斜线 n 是一样。OK。那我用斜线点的时候呢，我就代表我要比对的是整整的一个点。好，后面再跟着0到9加，也再跟着一个数字串，数字串，所以7.93可以跟被这个比对的。OK， 那如果要比对一个英文词汇啊，那我就可以用 A 到 Z 啊的大写 ，A 到 Z 的小写加这一串英文字。OK， 那如果要比对变数名称，变数名称通常大部分程式语言的变数名称前面可以加底线，那我就在第一个字上面呢，除了 A 到 Z、A 到 Z 以外，我加上底线，这个中括号代表，比如说这是一群 ，OK， 那后面呢，这边是 A 到 Z、A 到 Z 0到9或底线 ，OK， 这样子你只 count 1、2、3、4、5，这样也 OK。那如果我今天想要比对一个 email， 那对正规表达式而言其实也不是难事。email 的前面小老鼠号前面呢可能是 A 到 Z、 A 到 Z 0到9或底线，对不对？然后呢加代表至少要一个字，至少要一个字，一个字以上。好，那这边呢是后面是可以跟着 A 到 Z、 A 到 Z 0到9，另外还有一个特殊符号叫点，对，因为这个后面的这一串里面可能会有点。 OK， 好，那至于出现几次呢，我们这个规则里面就没有去管它，所以它其实可以 CCC 老鼠号 KMID 点 EDU 点 XX 点 YY 点，一直点下去都可以嘛。所以这里它比对的是比较宽一点的，没有比对到检查到很详细就对了。OK， 好，那如果要比对一个网址比对一个网址，那我就可以用HTTP :// 这是网址嘛，一开始的地方然后接下来呢要么就是 A 到 Z 或0到9或者是点或者是底线。OK。大概这些，那出现几次呢就不管，所以这样就可以比对到文字。那这里正规表达式里面的一些基本符号很多那我稍微讲几个比较常用。好，第一个就是如果就像西元的斜线 n 一样，如果那个东西字元已经被拿来做正规表达式里面特殊符号了，那你就要再加上斜线代表那个真正的字元。那这个向上的这个箭号其实是代表比对那个字串的开始位置。比如说我今天一个字串叫 hello， 那开始就是那个 h 前面那个叫开始位置 ，hello 的 h 前面。那个开始位置，字串前面开头那前字号是比对字串的结尾位置如果你要强调比对完整的字串的话，那你可以加上这个开始和结尾，不完整我都不要。
好，可以。那星号代表出现零次或零次以上。OK， 加号代表出现一次以上，哦，一次或以上。问号代表出现零次或一次。啊，那甚至你可以指定说从 n 次到 n 次都可以，超过或低于我都不要。OK， 那它就问号重复了嘛。那还有另外一个问号是贪婪式和非贪婪式的意思，就是说它在加号后面再加一个问号，那这种就是非贪婪式。那这个可能先不想去讲，因为太多了。那后面的就都不再提，但是这里有一个重要的 S， 然后一束 Y， 这是指 S 或者 Y。哦 ，P 配 S 或 P 配 Y， 然后这个中括号括起来就说这些资源我都要。OK， 那中括号括起来要前面再加一个向上的箭号，代表这些资源我都不要。OK，那 A 到 Z 呢，就是从 A 到 Z， 那不要 A 到 Z， 那就是 A 到 Z 小写的我都不要，其他都可以。那后面还有一些特殊符号了，像这个斜线 N 跟 C 原一样是换行，斜线 R 一样，就是那个其实换行键有两键，一个是换行，一个是回车。那这些大概，那另外有一些特殊符号，像斜线 W， 它代表的其实就是 A 到 Z，A 到 Z 0到9底线，这叫斜线 W。那大的斜线大的 W 呢，就是跟它相反，跟这个相反。就是不要这些啊，其他的就暂时不看。那你可以看到，像我们可以用 C sharp 写正规表达式，它前面比如说这里是 C sharp 的正规表达式，然后我去比对这个，那比对完之后呢，把它印出来，那你就会看到它比对的结果是，因为这个正规表达式是在比对实数、古典数。对实数，那所以这三个实数会被抽出来，所以当它这样比对完之后呢，我们一出来结果就是这三个实数。那你会觉得这个 C sharp 程式还是有点长，对的。那我们待会用一个Node.js 来看，会发现那个很短。这个呢是用 Java 写的，还是有点长。有点长，那用 Java 写的正规表达式，要用 compile match， 然后再写回圈，还是有点长。那但是呢，如果用 JavaScript， 你在网页里面写也可以，但是网页里面写，比较不好写啊。那我们。有那个函式库就可以用，像 C 语言也有正规表达式的函式库，也有，但是你要外加，外加就可以，所以你只要找到正规表达式的函式库就可以用，但是每个语言用的方便程度不同，正规表达式大概是从 Perl 这个语言开始才广被使用，那所以 Perl 是第一个把正规表达式内建在语言里面，不是用函式库，是内建在语言。OK， 那 JavaScript 也是 OK， JavaScript 后来也纳入 Perl 的这种正规表达式语法，所以 JavaScript 也可以。那现在我们就来看一个我用 JavaScript 写的程式，JavaScript 现在有一个很好的平台叫 Node.js， 那我们可以用 Node.js 来执行这样的程式。各位先看看我在做什么，我做的东西比较，你看一开始我说要么就是一个数字，对不对？数字串，不然的话呢就是英文字母开头的，接着斜线 W， 斜线 W 就是英文字母或者是底线 OK， 或者是0到9，后面就是至少有一个英文字母开头，后面跟着可以底线，可以英文字母配数字，然后任意多次，任意多次。
那不然的话呢，就是点，这个点代表随便的字语、啊、那也就是说，当它不是数字，也不是英文字母的串、啊、不是变数名称，最后我就只传为单一字语。这个点的意思是这样。G 代表说它是全部比对，而不是只比对第一个、啊、G global global 全部比对。 M 的话是什么、哎、突然我有点忘记 M 是做什么用。好、啊、我想起来再跟各位讲。好，突然想不起来 M 是做什么用。好， G 是全部比对。 OK， 那I 是 ignore case， 就是说大小写部分、哦、那 N 呢、欸、我得想想，我忘记了、哦、那再看一下、哦、我们来直接执行刚刚这个程式，我打 node scan、哦、或 scan.js 都可以、哦、你会看到我们刚刚的这个字串有没有？32加5乘182加 degree 乘4减20、哦、这样一个串呢，被我用 Node 用这一个正规表达式比对、啊、比对完之后，它会变成一个阵列。这个阵列你会看到32加5乘括号182加 degree， 是不是几乎把那个我们程式员里面的基本单位都拆出来？所以如果你用正规表达式来做编译器的前置处理，我们就不需要像刚刚的 C 语言是用字源版，因为你可以直接把它先比对完变成一个阵列，再去做就好。所以我在写，最近在重用 JavaScript 重写整个开放电脑计划里面的主力器，就是基本上就是你系统程式这一本书里面的所有程式，而且还要更多、还要加上硬体实作的部分。那我软体的部分就都改用 JavaScript 的写，我发现它比 C 语言的程式码可以少三倍，所以本来300行的用 JavaScript 写大概剩100行。 OK， 那这对我来讲，我觉得 要表达出那个程式的那个清楚程度的话，少三倍就很重要。那所以我之后可能会这一本书其实是 C 语言版，那之后我可能会写一本电子书是 JavaScript， 而且可能不是用系统的，可能是开放电脑计划。然后像最近在程式人杂志里面下一期开始，我们就会开始讲开放电脑计划的那些东西，所以有兴趣的话你也可以看。好，那这个你就可以感觉得到它很强，就是正规表达式直接嵌进去、嗯、然后比对，居然我现在从头到尾只写了四行的字，事实上还是可以更短，更短怎么行？把这个 test 直接用这个概念，对 ，OK， 这样就短了一行。这个呢，直接把它概念，这样就短了两行了。那接下来呢，这个就不用啊。那这个呢，就当然啦、啊，你写的短不代表很清楚，这样写的短其实是不清楚的啊。一行写完 ，OK， 而且印出来，好，那我们试试看。OK， 一行写完。好，那、啊、这里我说 log， 这其实可以这样做的 ，console 点 log， 都是这样，这样会不像刚刚这样子是写竖的一排啊，横的一排 ，OK， 所以一行就可以做完，一行这是 JavaScript， 会感觉到会意吗？这是非常弹性的一个语言，非常建议各位可以学、非常非常弹性。最近我写的会觉得哇，它也不比 C 语言简单，虽然它很强，
能够用很短的时间就写出很多功能，但是你也不要走火入魔，变成故意用那个短程式码，到最后大家看不懂，不好。像 Perl 就有这种特性 ，Perl 有时候程式码可以很短，但是短到人家看不懂就没有意义。那 JavaScript 还好，就这方面，但是它的弹性很多，就是说你可以这样写，可以那样写，有几十种写法。那要哪一种写的清不清楚，就看看写程式的人的想法。好 ，OK， 那这是正规表达式，我把这一行直接贴上去好了，好，那就不用贴完整的程式，就是不用贴档案了，我直接贴上去，各位有兴趣试试看。把它放到那个 node.js 开一个档案，然后呢就执行了。好，那试试看，你甚至可以，我再改一下，我现在改成 scan one。好，我改成 scan one 之后呢，这个02，好，这样会做什么事呢？好 ，scan one， 其实不用加点 js， 那我就32加74566乘以好，就这样吧。一行写完，对不对？做什么事呢？就是把这个拆成 token。OK， 那所以就变成32加76乘以 green 加 SY。OK， 一行把它拆成 token， 这个代表第二个参数，直接拿进来。啊，为什么是第二个参数？你看一下这里，这是第一个参数，第一个，所以这是第二个。用第二个参数拿来跟这个正规表达式比对。然后把它的结果呢输出成用物件的方式显示 %j 代表 用物件的方式显示，所以就一行就做完。那这个东西如果你用 C 语言写，各位可以试试看看你要写几行。你用 C 语言写，第一个你可能要先找个正规表达自然字库，如果你没有正规表达自然字库，你用刚刚的类似我们做 ESPC 的那种做法去写，看看你要写几行，搞不好100行都写不完。所以这里有很有趣的东西，建议各位可以学一下。那刚贴上去了，所以建议各位的电脑里面好像也都有 Node.js 混起来。我刚刚有看到同学里面不是这个 Node.js 是 Node.js。node.js 这里启动这个 command， 启动完之后打 node， 启动完之后打这个 node， 然后你把刚刚那一行存下来，存在比如说 scan.js 里面，然后打 node scan.js， 然后就可以用。那我再把第二行也放进去了，这是加参数的部分。学这个要做什么？当你写成是100行可以变成一行的时候，你会知道它的。为什么要学这个分割？它是编译器的最基础元件，叫扫描器，在我们的课本的。课本的第八章是不是简介之后是词汇扫描？词汇扫描就是这个这样的程式叫词汇扫描。OK， 把一个程式原始码变成一个一个的基本单元，这叫词汇扫描。
有了这些基本单元，我们才可以用刚刚的那个 is next 啊 next 啊去比对啊，然后看看要不要再比对一个 d 啊，或比对一个 t。那我们刚刚用 C 语言写的时候，只能够限制在字元版，为什么？因为它没有这种正规表达式的内建，所以如果你不用字元版的话，就会变得很麻烦。所以我们现在学这个第一个用意是做完词汇扫描，很快。那这个词汇扫描本身，它所根据的语法，其实也是一种生成规则。但是这种生成规则呢，如果你要写成生成规则的话，会很长，对不对？程式码会很长，至少会多很多了哈。那如果你用正规表达式来完成这部分的话，那你的程式码就会大大缩短。那这个在理论上和实务上更有用，因为实务上你写程式的时候，当你一百行可以缩成一行的时候，那会非常有用。OK， 所以建议各位去试试看，把这个东西执行一下。